亲爱的孩子，现在是祷告的时刻，让我们一起带着父神的怜悯在爱中祷告，在父的旨意与心肠中，为着全球种族的冲突、经济的问题、战争、天灾、邪教、异端来呼求祷告，将施恩恳求的灵浇灌下来，堵住那一切的破口，抵挡恶者的攻击。唯有爱能遮掩一切的过犯。现在让我带着你一起呼求祷告，我一句，你跟着我说一句。亲爱的父神，我要为着全球种族的冲突、经济的问题、战争、天灾、邪教、异端向你呼求，在你旨意的爱中祷告，因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能遮掩一切的过犯，抵挡恶者的攻击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